开始。我操！哦，没有马上养，应该过一阵，应该不会马上。你要跟我说心得？哎，又是钱。哇哦！好，哇，不是啊，还不过的。哎，拜托，可以过啊。拜拜。好，所以也飘。啊！漏啊，全部。看傻笑。这个。又抵又抵了一只，又抵了一只，刚才滑出来，为什么鸟又这样呢？正面交给你。我跟你讲，神仙到底在干嘛？哇，他干没错，我靠！